係啦，咁大家頭先睇到啦，個袋接得埋有幾細啦。咁其實一打開前面都有個拉鏈嘅，可以放翻啲銀包啊、鎖匙落去啊。咁你唔好睇呢個袋好似好細個咁喎，其實都有25 lit 嘅。咁我而家放啲嘢，其實基本上都冇執爆到嘅，其實都好鬆動嘅。嗱，你見到我放到兩副雪鏡啦，咁基本上你話雪可能要幫另一半孭埋啲架撐啦。我擺一件 face 入去啦，跟住手套啦，咁啊擺兩對手套落去啦，跟住可能有啲 face mask 啊，有啲帽啊，有啲護膝啊，咁嗰啲嘢全部可以塞曬落去㗎啦嚇。咁啊所以基本上個袋嗰個位置非常之大啊。咁你見到我仲放多件face 落去添，咁可以孭兩件衫嘅。咁啊，另外又 pack 褲啊，成咁，所以呢個袋咧非常之大，非常之好用，咁啊接得埋細細個，咁啊又輕啦，咁最好就佢有個胸帶添喎，咁所以呢個袋無敵啊！歡迎收睇 Super Fans 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咁有興趣話可以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可以喺 Facebook 裏面 search Super Fans， 亦都見到我哋所有嘅滑雪產品，咁你俾咗 like 之後咧，就會見得到我哋新翻嘅產品噶啦。咁另外仲可以去我哋嘅 eShop， 又係 snowboardfans.com， 就會見得到所有嘅產品好清楚，可以分組唔同種類咁樣列明出嚟，咁你好容易就可以 search 到，無論頭盔啊、眼鏡啊，或者係滑雪嘅衫都可以揾得到。今年我哋亦都開咗蝦皮網站，咁方便台灣、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朋友可以喺上面度買到嘅。多謝曬各位。